老板，今天这串也忒不好吃啊。再不好吃也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烧烤啊。哎呀，不是老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也学一下外面的烧烤，提升一下口味。啥？外国的串再好吃，它也是外国的串啊。只有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烧烤，才能强调我们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身体。我也没说咱们中国人的串不好吃啊。哼，对于崇洋媚外、污染国产烧烤这事，你后悔了吗？后悔？哎呀，不是，不是后悔。嗯。哎呀，我从来没侮辱过咱们国产烧烤吧？刚才就是你说的我烧烤不好吃啊。哎呀，那也没侮辱国产烧烤吧？啊？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的烧烤不是国产烧烤了呗？让你说，我这烤串的人他不是中国人，还是肉串上的肉他不是中国肉？做人可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呀！此生无悔入华夏，来世还做中国人。老板，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吧。